钱比他爹都重要，他亲爹过生日，让他唱首父亲，他管他爹要60块钱。后来我没招了，我拿60块钱，他才唱了半首母亲。他从小家穷，穷到什么程度？农村野地的耗子上他家转3圈，啥也没吃着，含着眼泪走的。一家4口人大冬天就盖一个口罩睡觉，那还是过好的时候。最不好的时候，晚上睡觉一人肚脐贴个创口贴。你行了。